我现在坐在中介老板的车上，去干日结工作。这个老哥半路要求下车，他不想干了。现在到了厂门口，要48小时核酸才能进。正在签名，准备进车间，要戴个这种一次性的帽子。这边是茶水间，出来休息几分钟，喝点饮料，继续干活。晚上下班拿到工资以后，要改善一下伙食。这个帽子戴了一天了。现在时间晚上9点多，我已经下班了。中介老板用小汽车把我们拉回来中午集合的地方。今天干的这个活呢，工作内容还有其他的东西不方便展示，反正现在工资已经到账了，挣了100多块钱，美滋滋。今天工资已到账了，改善一下伙食，送了个小菜。我点的这个鱼叫金汤鱼。现在吃完饭了，这顿饭一共花了64块钱，干掉了半天的工资，美滋滋。